是我哥哥喊来的。叔叔阿姨们，那个有个情况啊，是不是小夫是不是搞错人了呀？你认识是的，咱们可我不是 你认识我老表吗？你我不认识他呀。他是不是你知道他有其他的老婆吗？不是啊，不是啊。那你为什么说他可以两个什么的？那你不认识他，你怎么会这么说他什么离婚？他没有离婚呀。昨天不是说那什么吗？昨天我昨天没有说他说过他呀。是昨天吧？我老表啊，啊，舅舅的儿子啊。啊，他是你舅舅的儿子吧？对呀、啊，是我。对呀、啊。你直接说吧，怎么了？不对不对。不是你怎么了？你直接说。这个是不是去找你爸爸的那个表哥呀？找我爸爸。啊。我都没想到你在说啥，找我爸爸干嘛？啊、我爸爸是他姑父哎，他肯定会找我爸爸呀。但是你说找我爸爸干什么？不是，叔叔阿姨们，这个是我是不是搞错了呀？我是不是搞错了？是的，咱们扣个一好不好？怎么了？我感觉就是你昨天老板过来，我把他喊过来，我看看你是不是认识呀？啊、过来，直接问吗？直接问你认得到？你之前认得到他吧？认不到。你之前啊，就他没看到过，听到你说过，没认不到。但是他说你离婚了，老婆。他说你离婚了，他说的。没离婚。福哥说你离婚了。我们认都认不到他，找钱。不是那个表哥。是不是你是不是背叛我儿子了？你是不是那个不是你们那个有没有你们堂兄弟啊什么的表兄弟啊有没有离婚的吗？有啊。有啊。啊。有啊。那是你说的是什么？你昨天你给我讲的那个、啊、那个表哥啊，你说昨天我说的那个表哥吗？啊，说的是我那个谈过是不？啊，哦，那我那个谈是我那个不是我啊，哦，那个说的是昨天说的是那个是他的一个堂弟，我不是有那堂哥，他比你大一点啊、哦？不是，他辈分比我大一点。哦，他们都是我舅舅的儿子。啊、然后他那个是我的一个，就是那个舅舅，他我们的外婆是、啊、就是他的奶奶跟外婆是兄妹、啊啊，然后他也是，就是他、啊、他的亲的堂哥，那个是啊，辈分要比他大。叔阿姨，那我肯定是搞错的，我那个不是他那个表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手有点颤、啊，没事，就是他不是跟宝宝提亲喊我爷爷叫跟他来那个人，哦，然后他说他今天来帮我。那个喝酒去了，又去喝酒了，又去喝酒去了。哦，对，我就是我就害怕他不干啥子事情，一直喝酒。喝酒。哦。对他就是离婚了的那个嘛。哦。对。福哥帮我当上我谈话是不？哦，对。哦，他不、哦、他因为昨天我说我有个就是我跟他讲了，有就是那个哥哥他那边他没事的要来。跟我爸爸说喊我叫跟他咋咋子的，然后福哥就以为是他。那个。包括你们两个应该是不可能，不可能的。但是他一直喊我，一直喊我宝宝，然后喊我嫁给他。哦，那个求婚是哪个讲的好？就是我今天他本来是要来的，我其实叔叔阿姨们这边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是他本来是要来的，我害怕到时候会惹富哥不高兴，所以他也喝酒嘛，然后我就没有让他来，然后我哥哥就是也就让他们跟他们说了，然后我这个老表他就来了，这个表哥他就来了。哦，人家我这个老表很好的，怪不得他问我是不是离婚了，我才生了个小男孩儿，离婚，对，他才生了，哦，搞错了，不好意思啊，表哥，不好意思啊，他才生第三胎，三个小孩的爸爸，对，其实一直跟我听到说，就是啊，福哥一直帮忙，咋个的，听到说了，没有，这个我应该做的，感谢对我表妹的支持，因为金枝他特别能干，因为对，在我们。就是几个兄弟姐妹当中还是比较能干的啊，哈哈，准备我们要不过去先办吧，啊，我还说什么事情呢？叔叔阿姨们，这下尴尬了是吧？这下有点尴尬了。金枝他说那个，那个啥，哎，刚刚那个不是虚惊一场。金枝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做的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怕我就是不开心，然后就
没有让他那个表哥来，然后这个表哥他说，人我看我感觉这个表哥人家说话这些都很好的，对不对？叔阿姨们，对不对？对的，咱们打个对。另一个表哥啊，这表哥人挺好的，挺会说话的，是吧？对，是吧？你们都觉得挺好的，是吧？小心哦，小心哦，你。小心哦。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那啥？小心一点。猪的指甲，指甲啊，把猪的指甲给弄掉。就这个指甲盖。这脏的脏。那么长指甲盖？嗯，这样指甲盖。你们真的吃了饭了哈？好白呀、啊！弄得白白净净了。等一下就会在这里给它分割。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这个秋千嘛，这个荡秋千的。荡秋千。对。给谁荡秋千啊？那你坐在这儿，不是你荡秋千谁荡呀？叔叔阿姨们，你们说这是拿来干嘛的？有没有知道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的？小夫吃了空糖醋。什么意思、啊？没有，没事。叔叔阿姨们，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的？你们知道吗？他今天，昨天那个老表，他说他今天要来的，我都给他说，那个、我都让他，你去发一下烟给我都直接让他，我说你不行，你不能来，我说你要来的话，我就告诉我爸爸，我就让我爸爸回来，因为我给我爸爸说了，我爸爸骂了他，嗯，知道吧？就是说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给我爸爸说了什么情况，然后他就骂了他。他们说给猪荡秋千，哦，挂猪的，哦，挂在上边弄的是吧？对，猪挂在上面，然后给他开那个什么破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哦，卸猪的，卸猪的嘛，卸猪的，对吧？对对对。嗯，对，我叫小猪，你再发啊，叔伯伯。哎，我搞得我还给付钱用的呀。这就是猪，它会掉在这里，知道吗？掉在这里，然后给它开。哇，你看已经弄好了。对，马上就可以给它抬过来了。对，金丝胖，你会？哎呦。嗯。挂猪分割，哦，原来是这样的啊！来，直播间的所有的叔伯们，咱们来一起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我们现在有多少赞赞？我们把赞赞往上点一点，好不好？五万多赞了吧？五万多赞了，嗯，哇，一直点一下，一直点一下，帮我们把赞赞点一下，欢迎你们来到金枝的家，来看金枝家里面嘎嘎猪。你今天你应该不用等的呀？没有啊，肯定要等你啊。等一下，我给你抱一个猪头，给你带回去。给我抱个猪头。你给阿姨带回去。我给我妈带回去啊。啊。怎么？就弄个猪头。那什么，小柔，你给我妈打个电话，你叫她来看直播。不要。啊，这样不要，她会。你问她有空没有？你问她有没有？不好，等一下，一看到我这房子，她又不高兴。不会的，不会的，怎么可能？你那个。到时候弄把那个。你不是要做腊肉吗？你给我妈了，你那什么呀？猪头啊，猪头我不做呀。猪头不做是吧？对呀、啊，猪头我不做。嗯。就是猪身上的其他都要做，猪头不做，因为猪头它也不容易干，它容易坏。容易坏是吧？嗯。小富和金枝很开心，叔伯们，这个属不属于也不叫虚惊一场嘛，只是说，有点儿，就是那个醋坛子一打倒了，但是里边没醋，是不是这个感觉？有没有？有的咱们扣个一。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金枝今天做的对不对？我他一直说要来，我都没有让他来，我怕富哥会生气。你们觉得我做的对不对？这打一个对，好不好？拿了，发了，我叫小猪，你发了。对他来也帮不上什么忙的。然后你们觉得金枝做的对不对？对的，打一个对，好不好？我就昨天晚上我就一直在想，我就想着，干脆不能让他来。然后我就给我哥哥说了，我哥哥就。喊了我这个老表，因为他也刚刚、就是第三胎是刚刚生的。叔伯们，金枝是不是很懂事儿？懂事儿，咱们扣个一好吧？哎，太好了，金枝。这里有那个瓜子吃呀。瓜子吗？啊，我今天早上弄的这个是什么？知不知道？叔伯们，吃不吃这个？吃啊。直接吃吗？不是，吃一个嘛。你叫我吃，不行，不能吃。不是，不对，这个这不是吃的，这个是那个。我知道这个是啥了。
生姜，这不是生姜吗？对，放在这里，这里有那个，就是你上次给我的那个瓜子桂圆，啊、还有那个花生。怎么看不起我呀？弄干净的。看不起我就不用看我呀。帅们来，咱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哎，搞了个乌龙，对不对？有点尴尬了。没事呀，太贵了，挂起喽。哎呀，对，哎呀，辛苦喽。那个金灿，哎，你过来。表哥会不会生气呀？啊？表哥，刚刚我误会他了，会不会生气呀？应该不会吧？不会，应该不至于吧？又没有说什么呀，对不对，叔叔阿姨们？应该不至于。他会抽那个的哈。嗯。啊，好，我知道了。没事，他是我的亲表哥，不影响。亲表哥呀，嗯，哎呀，挺好。叔阿姨们，看看小付昨天失眠了吗？小付没有失眠，昨天睡得很好。对，昨天睡得很好。对，金枝真漂亮。叔阿姨们，说实话啊，不单单只是金枝她长得漂亮，她的为人处事啊也特别好，你知道吗？哎呦，又夸我了！哎呀，就是、哥又夸我了。担心我那什么，担心我就是不开心。反正他过来也帮不上什么忙的，所以就没有让他过来。啊，我妈妈没有什么优越感啊，只是说我妈妈，可能也有一些传统观念嘛。这个咱们不提我妈，今天特别开心，金枝等着我来才开始。但因为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我学？弄这个呀？对啊，以后比如说我家里面有什么事情呢，你得上手呀，我得亲自来啊。啊，对呀、啊，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小夫能会这个东西吗？啊，我感觉有点玄乎啊，金子。没事，不影响的，有人帮你一起的。谁呀、啊？你得叫邻居啊，这些都可以帮你一起啊。啊？对啊，就邻居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呀。叔叔阿姨们，哎，小荣。你给我妈讲了吗？我讲了，我打来电话了。啊，那个叔阿姨们，我还没看到我妈来了，我们一起打一波欢迎，好不好？好不好？来干嘛呀？你不是要给她猪头吗？给她猪头，你也不能让她来呀，你让她来选呀，这里只有一个。那个，我一会儿那什么，我叫小助理开车给她送回去，送回成都去。好，行不行？到时候你今天弄完你。回趟成都，金枝给我妈拿了个猪头，到时候你直接给我妈带回来，好不好？可不可以送猪头的呀，叔叔阿姨们？叔叔阿姨们，汉族里面，比如说送别人，可不可以送一个猪头给别人呀？可以吧？我不知道会不会不礼貌呀？我不懂。会不会不行呀？能不能送呀？应该能，可以送吗？可以吧？可以吗？可以送吗，叔叔阿姨们？叔叔阿姨们可以吗？不知道，他们都说不知道。不知道呀，反正我们这边待客之道就是来个客人杀猪的话，不可以吗？来个客人杀猪的话，得把这个猪。这么我们这么看不明白，就是可以的，咱们扣个一；不可以的，咱们扣个二，好不好？哇，就这样挂上去的吗？嗯。小心哈！哦，刚刚合适哎！哇塞，应该不可以是吧？要送猪脚，他们说。送猪脚吗？哎、老黑，像你们这边，比如说，送那个婆婆，如果送猪是送猪头还是猪脚呀？一般来说，看他们彝族跟汉族，我们汉族的话有送猪脚。哦，送猪脚是吧？彝族是送猪头，哎，彝族是送猪头，汉族是送猪脚。那我到底是送猪脚还是送猪头呀？你就打翻了，一哈猪脚该都送，一哈送嘛，也全部一起送啊，一起送嘛，一起送嘛，应该是一哈送猪头、猪脚、猪尾一哈嘛。那个叔叔阿姨们，你们。一起送吗？你们觉得一起送吗？这样不好吧？金枝拿来，能拿来那什么的，拿来做腊肉的。你这个来，给你对对，就放在那里弄就是了。来，我帮忙。不能。啊。阿姨应该没有收到过猪头。都送是吧？一样一个，他们说。可以送吗？饺子吗？对的话，就一样一个都送呗。一样一个是吧？还有尾巴要不要？尾巴呀。啊。可以吗？
不好吧？可以嘞，可以嘞，可以啊，没问题的。啊，嗯，哦，这个里面有点。要抖一下不？对，里面有点。打开了，啥也没事嘛。啊，对对对。啊，对，打皮。对。哇塞！打皮虫。都送是吧？尾巴也送啊？那要不直接这头猪我就砍回去吧。把五花肉和那个后腿肉留给我就行了。我们把金子给砍回去行不行，帅们？你们支不支持？支持咱们打个支持。把我砍回去干嘛？我又不能吃，猪肉可以吃。一头猪，两只脚，一个尾，一个头，两只脚，一个尾巴呀。一个头，两只脚，一个尾巴。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我妈来了，咱们打个欢迎好不好？麻烦一下叔叔阿姨们。啊。我妈来了，你不要跟着我啊！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阿姨好。那个妈，我跟你说，金枝今天专门给你杀了一头猪，然后要送你一点东西。对，你看，专门给你杀了一头猪。对，妈，你听到了吗？听到了，扣个一好不好？哇，这么多欢迎啊！哇塞！吃饭了吗？今天这个班子可以用吗？可以。哇，就单子就不头脑哈。你看，专门给你搞了一头猪，然后他要送你，专门给你弄的。我跟你说，嗯，对。然后到时候那个，我今天叫小助理开车给你送回来，好不好？好，你打个好。真的来了，真的来了。你要不要给他打个招呼呀？我刚刚打了。哦，刚刚我说话去了是吧？对。要不重新来？来了吗？问一下他。阿姨好，我是金枝。啊，你。那个吃午饭了吗，阿姨？这么身体怎么样？那个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我们来告诉我妈啊，金枝长得漂不漂亮？漂亮的，咱们打个漂亮，好不好？到时候再把那个公鸡给它调回去，一直欢迎你的那个。不行啊，我到时候我来了就鸡不欢迎我了呀。没事啊，那到时候我再养啊。我把那个鸡也给调回去。不要，反正都要送。不用不用，你别说，不用。反正都要送。你别说。没事的。别你去帮忙了，你这帮忙吗？真的。我就这样来。铺的干净一点。啊。对，漂亮是吧？这么多人说漂亮，然后那个，叔叔阿姨们，你们再帮小福一个忙好不好？你们告诉我妈，因为你们说的可能所有的人说的，然后我妈妈肯定是相信的。你像所有的人的叔叔阿姨们的眼光都是 OK 的，对吧？你们觉得金枝能不能敢说外卖？告诉我妈。那天我跟你说，金枝，那天我妈还夸你呢。她不是在你那个直播间买了腊肉还有排骨吗？她什么时候买的？我叫她自己抢的呀。她拿来送人，别人那什么，别人说那个特别好，然后她给我讲，她说你手艺真好。不是阿姨，你如果要的话，你直接给我讲呀，我让富哥给你带回去呀。啊，不是，你不能什么东西你都。那三片子掉了，我那裤子干什么是咋个？三片嘛，舌头我要熏成腊肉的。哦，舌头我要拿来熏腊肉的。嗯，对。能干是吧？勤快能干。那个直播间的帅们，来，咱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妈，那个我跟你讲啊，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支持金枝，喜欢金枝，知道吗？而且我们现在直播间很多人，你知道吗？来，我们帅们，我们来一起点点赞，给我妈看一下我们有多少人在给金枝点赞的，好不好？行不行？哇塞！现在点一下，看一下有多少人。哎，这个好像很多人一起点的话，500个人一起点，好像是双倍的。对，它有双倍点赞。试一下好不好？我们试一下，帅们，我们尝试一下能不能做个双倍点赞，好不好？你要猪肚呀？猪肚子吗？阿姨说的吗？不是，我以为是阿姨说的要猪肚子呢。对，来，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哇，我们到时候都来金枝的家好不好？叔叔阿姨们都来金枝的家里面，然后金枝到时候再赶一只猪来欢迎你们。对，那个我来问一下直播间所有的叔阿姨们，你们都是哪里的呀？叔阿姨，你们都是哪里的呀？
把你们的城市打在公屏上，好不好？对，我还有那有邻居阿姨，阿姨，那你再给他装，要得要得，都可以。辛苦了，深圳的呀。没有没有，还有呢，真好吃是吧？昨天腊肉收到了，真好吃是吧？哦，昨天有一个，今天早上是一个叔叔还是阿姨啊？他买的不是我家的腊肉，他跟我说，他跟我说我的腊肉不好，然后他说太肥了，然后他拍给我那个腊肉都不是我的啊，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买的？对他，然后我又联系他，他又联系不上了，知道吗？啊，哇，成都的、南宁的、清远的、东北的，对，哇塞，播点这个吧。我不是，好开心啊！玲玲，哈哈，对。你知道这啊？你知道这啊？啊。你知道这是哪点不是那是绝对？哇，这么多五湖四海的叔阿姨们，那个你们想不想来金枝家里边来玩？想来的，咱们在公屏打一个响，好不好？我家里有点简陋，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哦。没有，不会嫌弃的。因为家里面就是农村，可能你们见都没有见过这样那么多泥巴什么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那个，如果说不嫌弃的话，我欢迎。我跟你说，金子，这个就叫真实，是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不用去，对不对？是吧？广东清远的呀，哇，想来呀，这么多人想来呀。你看吗？我那个金子，我天天都能来找金子，好多叔叔阿姨还有哥哥姐姐都来找不了他，对不对？是吧？阿姨到时候跟那个华哥，如果说发错了的话，您那个联系客服给您重新弄，好不好？对，您到时候把阿姨带下来玩一下呗。简直太会说话了，人又长得漂亮。谢谢。我妈说，春节，哎呦，怎么了？来，啊，你看金枝对你儿子多好，对吧？嗯，好呀，可以呀，雪松梅阿姨可以呀。怎么啦？羡慕我们呀？哎，叔阿姨们，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我妈来，我还有点紧张呢，怎么办？我们给富哥打一波加油，那叔叔阿姨们，我们打一波加油，让阿姨看一下有多少人是支持富哥的，打一波加油好不好？要我今天晚上回成都去。啊，你今天晚上就回去。更新鲜。对，就是今天晚上你，到时候你立马给他拉过去。那。啊，这个。谢谢叔叔阿姨们给我加油打气哈。对。对，金枝现在在忙，然后那个就是不一定能拍，你知道吧？我就是担心不一定能拍，一会儿那什么没了，我怕。金枝好漂亮，好勤快。金枝啊，他们说叫你多，不用送我妈太多，那个就以拿个猪头，一个猪头，两个猪脚，然后一个尾巴，然后再给他来个鸡。鸡不要，不要鸡。叔阿姨们，咱们不要鸡好不好？公鸡得带一个。都收到了吗？都收到了。公鸡得带一个吧，叔阿姨，对不对？啊。是吧？对，就是把今天晚上蓉姐要回去，然后顺便就带回去，就比较新鲜。这样的话，他就不用什么冷藏呀，什么冷冻呀，他就直接这样吗？拿去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啊，可以啊。富哥，那个是谁呀？哪个是谁？哪个是谁呀？这个是有点多，这人有点多。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呀？对。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叔叔阿姨们。对。有没有？他们说要腊肉。腊肉。啊！快上车。腊肉？什么腊肉？快上车。对。你有？有第三趟的腊肉是有，但是
你们有多少人想要腊肉吗？我看一下今天如果说有人腊肉想要的人多不多吗？我不知道，我问一下他们吧。叔叔们，刚刚我看见有叔叔还有阿姨说要腊肉，你们有多少人想要腊肉的呀？想要腊肉的咱们公屏扣个一好不好？这些是我第三炕腊肉啊，第三炕是吧？对，然后这些都是哇，然后我这里还煮着呢。他们说收到了腊肉都很好，我这里还煮着呢，你们看。哇塞，还煮着呢。那你们还没吃饭是吧？我们吗？我们是、早上是随便吃了一点，然后中午还没有怎么做来吃。我、中午还没做饭，我就想着中午把这个腊肉煮给他们吃。他们说就煮点米，然后腊肉随便吃，加两个汤就可以了。哦，那可以啊，可以啊。所以我就煮了腊肉。香肠有吗？香肠有呀。香肠有呀，这些都香肠。我这炕腊肉熏得很比较干，对，就是要干一些。要上吗？嗯。我现在在忙呀，帅们，现在忙。就不急着上吧，好不好？先尝尝这个。你们，我给它弄出来。你们叔爱们，你们有多少人想要吗？你多少人想要的话，你们那个扣个一吧。然后我问一下金子，因为现在金子还在忙呢。都煮好了。都煮好了是吧？对。哇塞，这个油水好。就是把这个油水，它是因为它有麻辣香肠煮在里面的、啊、所以就有这个颜色，麻辣香肠。麻辣香肠是吧？对。就一个人要呀？广味的太甜了吗？不甜呀。不甜呀。还有那个谁啊，王婆她还说不够甜呢，就每个人味道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啊。如果说不喜欢吃甜的，咱们就要那个川味的就可以了。啊。哇，这个腊肉好好呀。他们都没多少人要，咱们不上，没多少人要。像吗？对呀、啊，你现在都忙不过来，一会儿先帮忙把那儿弄了，过后咱们那什么再说呗，好不好？好。行不行，叔阿姨们，咱们现在就不上啊，不上不卖。金子今天忙，对，现在先不卖，一会儿看帮忙把那儿弄完了，咱们再说吧，好不好？你们慢慢来嘛。对，行，等我们等金子把这儿猪弄完了再说，好不好？对，盖子吧，盖子吧。我想去跟表哥聊聊天。表哥吗？啊。表哥在那里忙呢。哦，表哥在忙是吧？对。对，表哥在忙。走马里面，等着点。嗯。哇塞！来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咱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认识这个是什么吗？这个我不知道哎。这个是什么？认识吗？叔阿姨们，三香，哦，嘿嘿嘿。这个是粘贴，嗯，粘贴是什么？粘贴哦，粘贴啊，哦，就是那个，我知道这个是啥。粘贴用普通话怎么说的？就是胰腺，是吗？胰腺是吧？不晓得，反正我们都喊粘贴。粘贴就是胰腺嘛，就是。粘贴是什么？反正。我们彝族喊的是沃贴的。你去把我那个水杯给我一下。我们喊的是沃贴。沃贴精对不对？哈。沃贴精对不对？不吃沃贴转账我自己偷的。就我们如果说过年的话去拜年哈，就要去喊着哦，然后拜年，然后说你沃吃沃贴转账，就是说这个干不干净，这个好不好？这干不干净嘛？干净哈。干净。这个是你说那一般就看那个鳞片。哦。还有猪蛋。对。啊哦，就是大还有猪胆，对，无知就是猪胆。哇塞，我这个，福哥是喊你过来，坐一下，聊会儿天吧，聊会儿天，聊会儿天吧，走吧，我们那边坐吧，聊会儿天。对，叔阿姨们来，咱们一起帮忙点点赞。福哥说他吃光了。哎，好，谢谢。这个也是福哥发给我的。啊，你也做呀？哦，我以为是你个人买的。啊，粘贴一般是喂猫呀。什么？我上次买了400多元，到路什么？那个你可以联系一下客服啊。对，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一下客服哈。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联系一下客服。对，我先等着跟表哥一起聊聊天。对，表哥三个小孩哈。三个小孩。啊、嗯。三个小孩。那像彝族，
不是，我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表哥，因为那什么，比如说相亲嘛哈，相亲，你们彝族是相亲结婚嘛是吧？对对对。然后那个比如说有人要和你妹妹相亲，他把这个他给了定金啊，给到他爸爸了，那个如果说要退，是不是要退两倍啊？